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各位观众，那这次我们来挑战爱的罪名。然后这边的话就看你要不要先刷了，可以先刷小刷一下。然后这边爱的罪名有奖励啊，上成就会有一个龙科，那这个龙科还蛮好拿的，大家就拿一下吧。喂，我的画面是不是比较小啊？让我说一下啊。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有对准吗？好，有啦，好。然后这边就一样乱转就好了。这边的话，会不会死掉啊？应该不会吧？我这天降好像有点多哎。哦，不会啦。我刚以为他吸第一，那我们就再刷一下。因为我们攻击力被降低了。这种关卡到现在来说的话，其实都很好通关的啦。只是这个低级卡片我记得也不太实用。要认真刷了，好，我们把它带走吧。两回合，还剩几关？两关，好，带走。好 ，nice。好，印记等下再开。好，好轻松哦，轻轻松松过这一段。哦，好，这边要开吗？好像不要好了，开这个。我很讨厌黑白腐蚀。每次都想，哎，但这个珠子是什么？这个珠子又是什么？虽然黑白腐蚀算是好通过了啦，可是就很讨厌，每次看不太清楚。哦，原来要重置哦！啊，原来那不就还好没开那个印记。
好，喵喵转猪。哦，没有哦，下回合才会。那就慢慢转。直接带走吧，要开露娜的吗？我想一下啊，那我开露娜，然后只有五秒，两秒，所以要小心转。等一下啊，我怕转不好啊。好，先这样，那会过吗？可以啊，才八combo，还好过啊。不过这一定过啊，这伤害已经够了。那我们把我们的机会全开了。掌上那个时候光具暗，暗具光纺织双水火木的话，水转光火转暗。开这个再开这个，应该比较好吧？再开这个，哇 ，nice。好，龙科要开吗？应该是不用了。好，轻轻松松，双成就拿到。啊，含羞草大家去刷呢。含羞草必要两只吗？应该是不用了。感觉两只好像蛮方便的。好，双拳就拿到。好，这个队伍推荐大家，喜欢我们小伙伴频道转发图片，按下订阅，右下角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上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这就收看，拜拜。